他们在患难中相遇。你没受伤吧？我叫丁力，他叫许文强。他对他一见倾心。你应该是第一次到上海来吧？是。他从哪儿来？来做什么？他对他爱慕不已。他那么漂亮的，好多男人都喜欢呢。你也喜欢吗？但是他们是生死兄弟。大时代下，一段惺惺相惜的兄弟情，是兄弟就在一块生，就在一块死，好吃的一起吃，有苦一起受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。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恋。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你不是冯静瑶的女儿，我们也不是在上海滩。我好想一辈子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轻轻地握着你的手。黄晓明、孙俪、黄海波，三国导演高希希全新力作《上海滩》的水真是太浑了。新《上海滩》12月6日晚上7点到9点，中天娱乐台。